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虚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同悲，揭开宿命一望无畏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缱绻流年，共盼长乐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观看长乐曲。大哥领，你来到底何事啊？这灯笼也太多太亮了。这边，放这。大哥领府平时都这样。神符比这亮多了。大哥领，来来来。韩郎君，如此月圆之夜，是否也会和我一样，会想起自己的家人？我父母早逝，早就没有家人了。待我和彩薇成婚，严府就是我的家。哎，对对对，父母不在了，那兄弟姐妹呢？婚姻大事出于礼数，也得知会他们一声吧。成婚之前，放这吧，两家也得见个面。哎，是是是，不必了。我自幼离家求学，和族中亲友早断了联络。只要我和彩薇真心相爱，便够了。旁的繁文缛节，我不在乎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这种繁文缛节很有必要？即便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也希望能从对方的亲友身上获得认可和祝福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经过此次会面，能了解清楚双方的家事，以免被蒙蔽。对对对。大哥领和我成婚的时候也没依着礼数来啊，韩郎君对三姐情深意重才最为重要。天色已晚，也有些凉意了，不如大家各自回房歇息吧。是啊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对对对，大哥领，我们先回去歇息了啊。走走走。
韩郎君，若真是情深意重，两情相悦，那便不怕坦诚以待，携手共度。韩郎，我们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莫名非要来严府吃饭，还把人都吓走了。我也不愿意说，即便是要说，也不应该由我来说。故弄玄虚。不早了，回去吧。都这么晚了，还回去？大哥岭，大哥岭，郎君已为您和夫人备好卧房。既然父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卧房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夫君，请自便。干嘛？都说了为我们夫妻二人准备好了房间了，你留下了，想好明天怎么解释了吗？那你不走也先放我下来啊，被人家看到了不好。看到了怎么样？我就是要让人家看到，坐实我们夫妻和睦，你也省得解释了。回去休息。好，现在戏也演完了，该睡觉了。严府不比沈府，今晚你就在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我是有伤在身的人，让我睡竹椅不合适吧？谁让你看起来比我还健康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床上给你睡吧。你要是愿意留下来，里面还有一半的位置，你睡里面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出去，跟星星共眠一整夜。就先这样，将就一下，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，谁都不可以越过这床被子啊。
睡不着，还不如出去跟新月共眠呢。也来了，我都把房间让给你了。屋里蜡烛灭了，房间太暗，我睡不着。你快点让人去把蜡烛给点上。沈渡，大半夜的你非要折腾人是不是？蜡烛点着的时候你也没睡着啊。翻来覆去的，还害我睡不着。因为蜡烛点着的时候也不够亮。还是绿暗。你这人真的是古怪的很。我爹今晚还特意多点了几个烛台，你还嫌暗？你是睡觉又不是读书写字，非得布置成白灿灿的光，又不是眼瞎看不见。我算是知道沈渡为什么叫白无常了，你看这一个个的，白日里就像个灵堂，到了晚上还是这么亮如白昼的，哪有人提着灯笼去揍人的？没灯不行。莫非缺木之症？哦，今晚真是难得哈！哎，你看，东边的苍龙七宿星，还有南边的朱雀七宿星，都能看得懂。你看那边，那边的四颗星星连着，像不像方块的四个角？那边那四颗是地土墨星宿，下面还有四颗是小木蛟星宿。果然看不见，那边根本就没有星星。哦，你知道这么多星宿的名字，那你真厉害。那边那个连起来像兔子，这个星星叫什么呀？叫闭月乌星宿。那这边这颗呢？我觉得这颗看着像透花瓷。还有南边的看起来像一个樱桃的轮廓。它叫景木暗星。这个不好听，换一个名字。我觉得要不就叫樱桃碧螺星，它旁边的就是透花瓷星。哪儿好听了？奇奇怪怪的名字，而且都还是糕点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就是要用吃的命名才好。小的时候我胃口不好，我阿娘便给天上的星星都取了个糕点的名字，还骗我说哪颗星星亮着就要多吃那种糕点，要不然那颗星星就再也不会亮了。今日你得多吃几颗透花瓷，因为今日像透花瓷的星星亮着，我阿娘说了，
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镶透花瓷的星星就会灭掉的。快点吃吧。兴奋过一身萧瑟，一身寂寞，浸染过何处散落，何处斑驳，在迷雾中漂泊，茫茫烟波，黑暗中摸索，你经过天然花火。你干什么？难道是你吗？爱不说，刺痛了你也戳伤我，这沿途花开落，大雨滂沱，灯火会交错，你就是我的下落。谁渡火落寞与困惑，感动我脆弱都不必说，谁渡我失所与执着，收留我孤单却不陷落，绕不开你我命定的枷锁，怀抱你给过的温热，渡我看清自己这样一个我。谁渡我是非与对错，在人海颠簸只抱紧我，谁渡我失落绝不逃脱，前尘落几次相遇过，宿命谁挣得脱，为你横渡为你扑火。大格岭，随你在尘嚣隐没，何事？韩郎君一大早便去找了郎君，说要宣布一件事，让我来请您和夫人也一起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啊。长乐曲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大哥岭，严了。大哥岭，你来了。多谢你，给我自己坦白的机会。韩郎，你究竟要说什么？采薇，我骗了你。我父母亲尚有义子在世，他便是太皇太后宠臣、礼部侍郎张宝环。张侍郎，但我有一事不明。既然你是张侍郎的弟弟，那他为什么不利用关系保护你，免受英王殿下的迫害？弟弟，英王殿下正是知道我与张宝环的关系之后，抱着跟太皇太后较劲的心思，才想将我收为他的面首。我屡次拒绝，却难以摆脱。我与他虽是一母同胞，但是他不配做我的哥哥。他没有保护姐姐。姐姐？锦绣坊当年的老板娘，是你姐姐张宝英。是我骗了你。当年锦绣坊事发，我们张家满门被诛，而张宝环利用他的关系保住了我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他既能保住我，为何不能保住姐姐？我恨他没能保护姐姐，也恨自己无能。从那时起，
我便下定决心不再与张家有任何关系。我母亲姓韩，就随了他的姓，改名韩世元。或许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呢。你应该知道他在太皇太后身边有多么艰难，伴君如伴虎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的。你未见过那血流成河的画面，又怎能感同身受？不要怕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若你是我，你便说不出这样的话了。你错了，正是因为他们是枉死的，所以才更应该靠自己想尽办法替他们讨回公道，而不是在这自欺欺人，和他们撇清关系。孽缘哪，孽缘哪。小女的婚事，容我再想一想，还望见谅。严夫区区小宅，实在是再经不起风雨了。我今日说出这些，便料到后果如何。我一夜未眠，终是想到不能一边骗着采薇，一边与她成亲，这些日子居于府中多有打扰。韩某告辞了。采薇，这韩郎君果然是张侍郎的至亲之人。锦绣方一案涉及皇家旧事和太皇太后近臣，关联甚广，一定谨慎行事。明白，我一定小心。其实还有一事，当年在醉容所有个小女孩经常半夜来看我，给我带来吃食和外面的见闻，可是某天起便再未见到他。我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面了，但昨日
我好像找到了他，亦或是一个和他很像的人。多年前你拜托我查过醉容所的出入记录，就是为了找他，对吗？但出入记录上没有小姑娘出入，所以我也不禁怀疑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，还只是我虚梦一场。他若是夜里出入，那多半未曾记录在出入簿上。那醉奴之所亦是我少时圈禁之地，现在想来还时常噩梦。他敢在夜里深入醉容所照拂你，必是位善良的女子。若你们真有缘重逢再相认，定要好好善待她。若真有缘重逢，倒也不必相认。如今我已是大仓百姓口口相传的大仓第一苦力，盗逆无道，恶犬伤人，也无颜再面对儿时玩伴了。恶犬伤人，你说的是明堂祭拜那次？若不是你放出恶犬筛选罪犯，那恐怕台下人人都要丧命于弓箭之下了。徐内司久居深宫之中，却目达千里，对宫外之事了如指掌。你莫折煞我了，此事可是兴安城人尽皆知，这不成为了你白无常名下的又一笔罪状？沈渡，背负如此骂名，你可觉得值得？严信，你又越级办案！啊！你还说你没有越级？这是那位府送来的加密卷宗，指明只有你能看。啊！本来那位府的案子我就是分给你的，但是按律得先归档，然后从上往下分发，哪有越过我直接到你手里的道理？此事你必须严肃提醒那位府。哦，好的，五主事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所有送过来的卷宗还有证据，都必须经过您的审视和认可再分配。那还差不多。嗯，什么玩意儿？地标暗语吗？巨圣奴星，透花滋星，樱桃。啊，这应该是我夫君近日对天文星象产生了兴趣。一边观测，一边将星象画下成图，赠予我们刑部，以备查案之需。莫名其妙，这些东西给我们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这儿是刑部，不是太史局。莫名其妙，以为我们刑部很闲是吧？哎呀！不吃糕点，也能留住满目星辰。难为他，把我昨晚胡诌的方位和名字全记住了。沈都，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雀目之症的。人有咒而情迷，志明便不见物，谓之雀目。雀目亦养肝补血。
这是夫人让准备的下水，给郎君做一日三餐。嗯。你在做饭啊？嗯，我看着都是像在做饭。都围着干嘛呢？这都是。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手里都没点活啊。五斤草。你也忙去，你也忙去。哦，好嘞。快快跟我走。夜明少。郎君，这是夫人给您做的鲜人羊肝羹。大哥令，夫人交代，您中午要吃一碗古井草夜明沙蒸鸡肝。中午又吃啊？怎么没完没了了？我不吃啊。我知道你夜间为何掌灯了。若想得见星空，一日三餐都要吃。如若不吃，看第二场。不想全香安城都知道白无常的秘密，就给我好好进补治疗。你刚才说这鬼东西叫什么？古精草叶明沙蒸鸡肝。古精草我知道是什么，这夜明沙是什么东西？大哥领，您确定要我说？到底是什么？蝙蝠粪便。烟柳宁。
要不咱不吃了。你是行不行上把他给我请来慰问府。夫人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大哥领十万祭干以后，心情就不太好。我先去跟那位训练了。看什么呢？还有你，严六宁，你要是想谋杀亲夫，一线捅落便是。何必这么迂回，搞这些文之玉兔的汤羹。沈舵，你狗咬吕洞宾，这都是我翻遍了所有医书摸索出来的食谱。古医书记载，雀目就应当服用养肝明目之品，比如动物的内脏。还有，你不光是动物内脏，还有动物粪便。什么动物粪便啊？你说的是夜明砂？那道古荆草夜明砂蒸鸡肝是朱病源后论中记载的，夜明砂是最重要的一味药引。沈管家可是跑遍了全城的药馆才给你买到的，我也蒸了一夜才做成，你可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啊。你别再提肝这个词了。良药苦口，你这样发泄情绪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。我，你要是没什么正事要说的话，我就先回部里了。陈守杰这两天在医馆调养，时而清明时而呆着的，人我已经接来了内卫府，想要问话便随我来。陈大人，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家中怎会有锦绣芳的绣品？她是我田房，之前在锦绣芳也做过绣娘，还带过徒弟，手艺真真好。锦绣芳犯案时，她刚好有事不在，之后朝廷搜查余党，他四处躲避，遇上了我。我见他吃苦耐劳，便娶了他做婿房。这些绣品都是他习惯了绣活打发时间做来消遣的。我从他身上应该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原来陈夫人也曾是锦绣芳的绣娘，那嫌犯杀人灭口是想把跟锦绣芳有关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，若是如此，是不是就意味着锦绣芳一案藏着一个大秘密，一个令嫌犯不惜灭口也不能被传出来的秘密？
但眼下都是我们的猜测，无凭无据。的确，需要进一步调查，而且是要有针对性的调查。我决定，今日写一个申请，明日交到刑部，申请将陈火讹一案和锦绣方案两案合并调查审理。恐怕很难，这两个案子牵扯的人太广了，他们都不想旧案重提，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办案的。但你不试试，怎么就知道结局呢？怎么回事？前面英王府的人在为难韩世元，挡住了去路。韩郎君，英王府有请。等等，别莽撞。请林，苏雪群、张宝欢。是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口吻诉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